ご覧の番組は聖破格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，你坐，你在干嘛？小朋友坐车啊，小朋友那种娃娃车，嗯，啊，他就坐那种台车，不是这样啊？我靠，很好玩哦，这么帅气，好棒哦！光这一根就300万。台上我有大 GG， 你有大 GG， 还有小 GG， 还有小 GG。小鸡鸡，好，哇，这一根好短，好小，好可爱，应该是那个很大一根，然后这个也很大一根，没有了，就握的人那刚好。啊，你家什么？有啊，阳盛啊，旺盛。有啊，今天要干嘛？隔壁这一台了。帅吧？帅啊！今天这个啦，整台车都很漂亮哈，唯一有个缺点，我们还是要把它改进。你看没帅哈？我看不出啊，我绕一圈。好了，绕一圈了。这样。不会玩哦，黑大神嘛，你看到？黑大神，大神，我不是表扬烤漆的，对啊。你上礼拜弄钣金，这礼拜应该要烤漆了啊。烤漆我是喷铝圈嘛，铝圈比较多嘛。没啊，都没啊。这里啦，行，快点嘛，加亚比。你说这里哦？对啊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对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冒掉了。所以这个今天要把这换掉。这个要换掉。对啊，还是钣金系列嘛，再板一板，这唔知边来用嘞，这我冇必要。你会拔吗？你有拔过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这拆错，拆坏会怎么样？会点击率又更高啊！大家会救救我！这台车是阿星啊，对，我们要卖多少而且100多万吧。所以这个拆坏大概就剩90几万。对啊，怎么拆啊？我先看新品了，新品我要先看一下。开大 GG 去买回来了，难怪昨天开着它出去玩。对啊，你看原厂的嘞，这样，然后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。它其实蛮厚的。对啊，这样。我觉得说贵不贵啦，这一只要3000多块，原厂订的，订了大概快一个月才来。啊，我们要怎么拆？看起来是锯切到跟它拆下来，对，看起来是这样。确定不拿工具？有啊，就是。哦，这没什么啊，就把机油那样，搞不好很简单呢。哎，还好哎，螺丝锁一锁而已啊，啊，这不困难呐。好没哦，简单丢，这你买黑哦，啊，换人，换我当摄影师。你觉得我会吗？你弄坏了才好看，这刚没在卡卡了吧？没有，好像钣金又上升了哈。看到什么东西想会板一板就好了。对啊，这只是敲就好。不行，哎，几台车在鬼那这样办呢啊？啊，这个拆螺丝而已。对啊，哎，喜欢那孔门孔门。可是你看这个真的不错，你像北梯啊，哇 ，keep 一下，北梯啊一定会生身啊。对啊，哎，这个都是水切而已啊，算一个胶条这些懂没？所以人其他的鬼屋上面，就是他就会在意这个小细节啊。哦，我的大 GG 在叫了，哎，排气管在旁边哦。对啊，哎，两边的我跟你讲，它是侧排的，帅吧？哦，那起来嘞，还有一个扣子，这样就起来了嘞，对，这一个而已啊。哦，起来了。放在那个公司放了两个礼拜，他都来了，我都忘记去哪。欸，真的可以，你看这边猫下去而已啊。哇，卡卡的哇风。啊，这个都很简单嘛，其实这个都蛮防呆的，然后套回去就好了。哇，差不多快好了，啊，就把它锁回去而已。这边太短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？哇塞，我全部给交班员玩一玩，因为这种车应该是不简单的。啊，人家说想要看你介绍那个钣金工具。现在也没什么啊，再怎样都是共推啊，哈，大设计。真正，我当初跟钣金呢，就是因为可以共人的家都钱，然后就爽。啊，有些进入 A B 界也是这样啊，你可以拍片，也可以探索啊。听说弄到后来就无感了啊。是没错啦。你每天工作就是打炮，那可能过两天就累，就不想玩。可是这样有个好处啊，你就不会像现在最夯的啊，王插红的这样啊，你就没有那个心力去。那已经不夯了，好不好？停更了，现在要跟的是那个，好不好？那个？华根初上。那是什么？其实我不太想讲。那就塞回去这样而已，这么简单哦。可以把我打怕耶，我被提去卖嘞。对啊，能卖吗？可以啊。一定有人比我们丑的啊！哎，真的，我们这个是很轻微的，我们就把它换掉了呢。我觉得这片不用剪，直接上也可以，直接上就好了。哎，你要把它，可是这样人是也蛮不错的，就是保护的了，把它的膜弄掉。哦，来看一下了，哦，你往输压。我先放远一点，它会被你们踩到。第三吗？这样去骂你吧，丢在草丛。我怕你们踩到，我先把它丢旁边一点。这个都我常讲了哈，你看了，
一台车哈，新车价多少？200多万，所以换一个，假设我们台湾的一个有可能1-2千块，它的成本就是大概会多3倍，哦，3-4千块也是很合理的。按这样换完，这台车价钱会卖得更好。其实一样啦，一样，对啊，不会因为这个就对啊，价格我们都先开好了啊，就说我们这样比较好卖。有些东西哈，真的是第一次用的，我也不晓得。我想说，因为这种车应该看起来就很难的啊，有时候都是没有去用，我也真的不知道了。拍拍坐下来吃水果，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你看。就这样，这么简单，剪刀都买这种车的车主，如果万一坏掉，你会自己会换的，这够简单了吧？螺丝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颗螺丝把它拔下来装上去而已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有重点哦，很多自己把它拔坏掉了。像你在拉这个要注意，你在拉这个一扯会把它拉破，所以习惯性都会先拉这个比较厚的，往里面这样往下拉，插下去这个，整个这样比较厚，好，不要去拉这个，好，拉这样皮就会把皮拉破了，要整个这样锁下去，把它稍微拉下来就好了。看科P也可以长知识啊，记得喜欢的话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还有会员频道，哎，我还要加会员好吧？你要刷卡、哦，我好像刷卡啊，我知道是刷卡用一用就可以了嘛，是、哦，可以买贴图嘛，对吧？我看别人用我的贴图，我竟然真的没有，这样怎么可以？哦，我还来供丢了啊，好，我要去加贴图，耶、yeah, ，完成了。虽然这片好像有点短，再想一下。买香肠，怕加烟枪的，又加台钱这样啊，还一百块换那烟鬼聊哦，走走走。ご覧の番組は聖パ格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はい。嘿、hey, hey, ，大家好，隔壁陈教授又来了。今天那对无敌无告，对，现在是什么？这是比较简单的、啊，这个就是装在那个网打手的部分，防刮的卡梦的材质。这个就有个好处的，就是手啊，有没有我们的指甲才不会去抠到。嗯，万一脏了，把它换掉就好了。还有这个。这么简单还要你教、哦？是哦，不一定。啊，这么简单啊，不然我这么简单，不然这样给你用啊。哎、欸，这还有这个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军头套、安全帽啊，安全帽，像不像？谁要安全帽？哇，肯定啊，蛮像的。哦，有一点哦、啊。我刚戴错了，我刚戴错了。对，戴错了，戴错了，海浪头了，海浪头要粘。对，要啊，还有这个啦，欸、那内装也要粘一下啊，尘封已久的，可以讲，好，贴纸啊，卡梦的，把它贴黑的，整台车都贴掉了，把它贴黑的，那谁的车？这我们里面的妹妹的车，哦，开这么好，还是把它贴是喷一喷比较快，加这个啦，后视镜，他说后视镜要把它贴黑色的，啊，他没有买现成。好像没有、欸、做事做一半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去贴贴了。好啦，至少你要教大家贴这种东西。对啊，不然这个贴我也会啊。你也会啊？老板、啊、今天给你贴，你要戴套子我也会啊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跟你讲啊，看似简单呐、啊，啊，细节藏在魔鬼里面呐、啊。一般来讲，我的建议啊、嗯，看起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一般来讲，你要先模拟，就是先把它放进去、嗯，因为你如果直接都撕了，你再粘住就很麻烦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先你要的那个位置啊，先大概心里要知道，因为你这打开有没有放下来，有没有太过来就会敲到，有没有会敲到？嗯。所以你要尽量过来这边，我先把它都弄上去，让你看一下。啊，为什么不买个这样？哎、欸，卡梦这样。贴上去丢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整台车都可以搞梦的，好简单。我这个这样而已啊，那他帅吗？哎、欸，他不能太过去，也可以聊的嘛。哇，我崩掉嘞！所以这边不能太过来，太过来会搬掉给吐掉哇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先合一下。先合，这个要粘啊。对啊。啊，这里为什么不粘？经费不足啊！这自己掏腰包的就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掏腰包会痛。看人家花钱就是，哎、欸，你看为什么的？你看，讲那样的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对啊，这3块就上去了。好，我先模拟一下，还行啊。还行啊。对啊。这个东西应该不会咬漆哦。不会啊，该有些人可能会拿去喝吧，不然为什么用那么快？叔叔是有练过的，好，不能随便想办法拿去喝。不能喝、啊。好，这个上去靠后面，这一边也要靠这一边。嗯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放不进去？怎么跟模拟的不一样？实战的时候是比较难度的。对啊，实战会比较惊嘛。嗯。啊，你听起来好像某个什么？什么初上的？哦，不要再提那个东西了，我已经不想再看。哦，你有看过？我没有看啊，我只是不想被洗版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干，这也要出动你？给泰山掉啊，换泰山了。我贴，我可能会歪掉，不要。你知道这一集最困难是什么呢？四周面胶。
什么就这样而已啊，这个也没什么技术哎。不一定啊，有的人可能要贴两三次啊。可是像好，你看太过来又不行，它还是会露出银色的。嗯，因为我想把它盖住，有没有？打开就会撞到了。你怎么讲哎？没关系的，不是又不是我的车。其实这个的话，都一阵子而已啦，搞不好一阵子他就想拿掉了。蓝龙侠那些了，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对啊，好了。这样比较帅吗？是有啦，猛一看还不错。灯要下來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要下灯啊，我要下镜子。镜子。下镜子。哈哈。不会错啊。看不太懂哎。它这个盲点嘛。对啊，对，不能拆坏。那这比较贵。所以你看哦、喔。撞坏的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坏的可以就知道它的构造。对。啊，旧的，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太突然了吧？就这样而已。其实也不用拆镜子。对啊，好了，我们再第二个。一定是一样的。幸福来的太突然了。我要找一下那个缝比较大的、啊，我起来了。脚断的也是特别快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爱讲我会惊。哎、欸、啊，这边反而比较顽固一点，我看一下、啊，毕竟不是我的，这里有一只而已啊，这里也有啊，对啊，它这里而已啊，它这个上面其实上面都没有，所以反而是要从下面。那、啊、我怎么拿不起来了？这边很暗呐、啊，不下面第一次，可是刚刚那个是很松啊，然后我觉得好像什么东西断掉了，没有断呢、啊。这时候应该可以用这一只了，可以弄。看你惊，别惊哦。我惊。也没怎样啊，摇摇看一看就起来了，就是怕这个断了、啊，这不能断了。对啊，我很怕这个。它是三只而已，你看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它上面就是扣住而已，砍住嘛。对。那、啊、我们如果包了什么东西上去，它会不会太？会比较紧一点点啊。哦。看一下我们，啊，说自己这只好不好这样啊？啊，行不？哎、欸，哦，啊，这还是不要伤到了、啊。这个哈、哦，你看哦，表面也是不能有凸槽啊。就刚刚我们泰森很固然，在拍摄前已经都擦过了。好、啊，等一下以后我们要擦一擦包这两个。那不是卖电脑那个吗？对啊，他买车啊，他是卖电脑，他送我们电脑吧？那么多电脑可以给我们、啊，那你就要每个人都送一台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你跟他讲，他还敢真的敢送哦。可是送给我真的，我也很少在用。他没有送手机，手机我比较有用、啊。电脑都拿来刷点击率而已、啊。你又没有在干嘛？对啊，我就放在那边一直撞，一直撞而已啊。这两天都没帮你刷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不用刷。这两天都没帮你刷。最好都不要刷，我拍破十万了嘞，我拍那么烂，十二了。你记得就记得，我今天真的没看了。不会啦，你应该比我还要多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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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老实讲，我没有太多耶。你知道我说什么吗？你说，说这个车已经很经典了，就这样了。我那一部片有没有？嗯，还有一半跑去估车，不只是这样而已耶。我要去交车的时候，他说我前面收到啊。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？说，因为我打电话他没有接，过户就过好了，说不行。车没看到也不能给你钱，因为你刚刚有没有接电话的案例，我买几人，我买惊啊，对啊，我也担心啊，万一钱给你呢，啊你电话都不接，我们比较惨嘛，嗯，对啊，我说最少我要看到车，好，我再请小姐汇给你，嗯，那一货两讫嘛，你钱收到了，我也过好了，那就走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，很合理吧，嗯，对啊，那这一根就特别的，等一下，我把它敲好。瞧好，它原本就白白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叫别的话拉嘞，啊，为什么要推拉？它比较亮。好，哇，好了，好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嚯，军头，这东西哦，对啊，这也要包，对哦，奇怪哦，其他这边也要包啊，经费不足吧？现在是这样了。这就套上去而已啊，这么简单哦。套东西是男的应该都会，没有，我不会，你不会，所以我去玩那个套军圈都套不太中。你都这样讲，难怪生三个小孩。我今天还多抱了一个，谁的？没有客人来看错啊，客人的。今天泰山没有跟到，真的不过去了。你今天干的什么事？我要当保姆，因为我们改天拍一天科P的一天，然后我就一直跟在科P后面。好啊，来照一下，看。好，干掉。哎，我每次我装好了，你看，没有，因为你有灯光了，我要灯光。推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这样比较帅吗？啊，被鬼刀收手。啊，丢啊！哎、欸，这次真的，好了好了，喜欢就好了啦。哈、啊，哦，物感还不错嘞。
有吗？我摸摸。怎样？还行吧。还可以吧。钥匙多可爱，这是什么影？狗狗肉，我们现在偷偷肉。偷偷肉。啊，龙猫嘛，好。走吧，下一步，下一步。现在要开始包这个。对啊，它这个大概合一下嘛。啊，我要抓大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拉嘛，所以不能这样，刚好这样就死了。所以我们就啊，手臂定住这里。啊，这个都比较简单，你看这个都有线可以踩啊。哦，照着线踩一下。对啊，像过去都直的、啊。你都已经歪掉了。一点啊，一点点啊，我们里面多也不能少啊，对啊。啊，这里好了啦。OK。好，啊一个一半，啊这个就可以先做起来了。然后呢下一步，记得把它夯夯诶，啊起落去，啊扭起来，啊包来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啊不是，今天不是这样就好了，不是，一张嘴就好了，不是不是。他说我要怎么弄频道，快，我等一下帮我加一下频道。哦。等一下我们教大家怎么弄嘛。信用卡对不对？你帮我用一下 Double VIP， 没有 Double 啊，不要 Double， 你要750的，是不是？没关系的，7500我也加了，抛砖引玉嘛。我帮你开一个7500，一个月7500，你赚的钱先还公司7500。好了，就这样而已，那、啊、就把它粘起来而已啊，这么简单。我才不信，大家都会了，你粘。等一下哈，你就这样，你就扶着纸，啊，我把它压下去，这样就好。嗯。啊，你把修修嘛，修修就想买手买来，我想好好修。记得这个在拉的时候，它这个纸是有生长性的，再修较长的。修啊，应该未修了。对，你把铁给我，给你压下去。那、欸、不够热哦。等一下，再Q 啊，看一下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没有、啊，这没那么简单了。没有，你爱拉夯拉油啊，你这夯也变嫩嘛。修修修，修修，好修哦，有模有样的嘞哦。我看，啊、等一下再 Q Q 有一点。对啊，因为它好像有点多，等一下把它一些拿掉。你那边凸起来了？哪里？我在下面凸起来了。不是、啊、好了呢，哇！啊、等一下冷却一下，如果不行再拉一下，是吧、啊？不及格啊！不及格、啊，不及格，大学生下面也不及格啊！好啊，我等一下再弄。哎，妈咪哈，拉冷却一下嘛。对啊，还要 CD 时间是不是？对啊，会不会用，等一下直接装不上去？你们都不怕，我都怕死了。车不是你的，你怎么怕？这次比较会哦，比较有经验啊。第二次都会比较久，第二次会做的比较好。对啊，蛮好玩的嘞，真的嘞。大家有空可以回去慢慢自己玩。买一张很大的纸，会不会我自己的车都把整台贴起来？可以自己贴车顶，车我要掉从上面这样放下来，啪，整台盖下来。那烤箱要很大一个，这可不是，可不是我拿着风箱就可以包的。夹流出来，不然它卡不住。其实做这个手工也蛮好玩的。好玩哦，要不要下次自己把它拿出来全包？什么什么？刚断讯。最好嘞，有哪个勇者敢给我包？不会是我，我的车已经受太多磨难。可以了啦，有劲了，真的啦，真的哦，你有听到了皮表皮了吗？有，这样比较帅吗？还蛮帅的嘞。啊，这个真的是靠两只而已，中间这三只口住啊，旁边三只卡住而已。等一下，我把它确定进去，开开掉了就好笑了哈。应该可以了。风是往后吹，所以不会掉了。好了，哇，
这个纸其实还不错，你知道吗？在拉的时候啊，它不会遭奸，你听我。它不会变形。对，不会变形。比如来到这里这样，呜，歪掉了。它线不会跑掉。对，其实就是这样。你看，自己买一台喜欢的车，自己买一些喜欢的东西都贴上去而已。对，小小的改装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改什么最有感？改个排气管最有感，因为你换了之后，有没有会这样？噗噗噗噗噗，有没有？油耗的更多。对啊，这个我懂，这你懂吗？所以有时候你看，新马力有没有提升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油耗提升了。提升，提升好多、哦，提升好多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还不是你们说模型啊不好听，别人都是这样嘛，起哄嘛，你就我还想说你也是跟人家起哄，你就你看你就喷钱了，我是尾管拿掉就好了。哦、你不记得我们有一台那个 R 叉，不是把排气管拔掉之后声音就蛮好听的，我们的马力都赚大，出来的声音其实都还不错。有些车假设像这种好了，它换排气管就比较虚一点，因为它马力比较小，出来的那个声音就差了。我们那个 V6 的六缸或八缸声音出来有没有像那个八缸出来嘣，那很大声，为什么？因为排气管本来就很大了。好啦，不要废话那么多了哈，废话一下这里。其实这个哦，如果你没有热风枪，你用一般家用的吹风机也可以、啊。吹风机也行。对啊，可能比较久一点而已啊，可能我们刚是三下，你可能就六下而已嘛，顶多这样，吹一下就拉，气泡要把它吹出来这样而已。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好，啊，叫柯P教你们怎么加会员，走。哦，走走，好。ご覧の番組は正価格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可是这个我好像没有账号哎，我要从哪边登录啊？你要先登录啊！靠腰啊，我账号怎样？你连新的都忘记了？靠腰，我想一下，你拿手机看得到吧？柯P哦，那这本 S U 啊 U 怎么不见了？U 嘞？U 嘞？怎么没有喊一下？跑去哪里？家中那边吗？哦，出口的密码啊、哦！这么炫。啊、有了嘞，啊再来嘞，按这个，哦好，哦加嘞，加入，按这个加，点这个，哦加我750，750啊，啊加入，你应该去开一个7500，对，输入信用卡，哦输入信用卡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这样大家会了，好，我要输入信用卡，以上就是加入会员频道的步骤。